Taiwanese cuisine? Yummy! Haven't tried yet? Don't worry, because today we found a place where they promise authentic Taiwanese cuisine any time of the day. 您是否和我一样非常喜欢台湾的美食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品尝最纯正而且非常好吃的台湾美食咯。So, CHInoy Barkada, join me this morning as I get a taste of Taiwan here in 風味屋。馬尼拉最出名的台灣廚師就是我身邊的這位阿義師。大家好，來我們的廚師鄭萬麗廚師。 Right beside me is the chef from Taiwan, Chef 阿義。来，阿姨师你好，不是阿姨师啦，郑师傅啦。来，你好，你好，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飞华电视台的节目《CHInoy Show》。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来到了你们这里风味屋啊，可不可以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台湾菜的历史的由来。台湾有哦，世界各国的人嘛，拢有点来体验嘛。所以一挂菜有哦，已经传播。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菜，只有台湾迄细细的所在，只有拢做。所以说，我们的台湾菜就是有很多、很多种、很多地方的菜，然后混合在一起，然后就自主研发，然后改变成这台湾菜。我可不可以稍微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间餐厅？因为阮家公寓，阮家做的是做典型的台湾料理。一寡酱料，拢按台湾过来。哦，有影，遮拢总计是对口味拢甲遮附近的餐厅、菲律宾的餐厅完全拢无同，连我嘛是过咸水过来。哦，对吧？吓、是毋是？所以做的菜一定是台湾的口味。自细项有无？咱这自细细项啊有无？甲大项的。踏破铁鞋无觅处，果然今天呢，就让我们找到了一间非常好吃的台湾菜肴的餐厅，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丰富又美味。所以如果想要品尝台湾菜肴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这里哦。哦，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要感谢我的铁鞋。So, CHInoy Barkada. For our next tasty treat, don't forget to tune in again our CHInoy Show. So, see you again next week.Right here, only on CHInoy TV, 飞华电视台 Bye. Hi, I'm Nancy Ong. Want to have a taste of Taiwan? Visit us here in Feng Wei Wei Restaurant. See you there. FEIHUA 新联工会为成立30周年暨第31、32届职员就职。来飞出席参加庆典大会的祖国家乡庆贺团，已经于9月9日及10日抵达马尼拉。该会理事长林金山及后任理事长王书侯等赴机场迎接，并于当晚夹豪门包吃海鲜酒家，为庆贺团接风洗尘。Thank you.
华新联公会庆祝成立三十周年，暨第三十一、三十二届职员就职暨首届妇女组、青年组成立庆典大会，于九月十一日中午，甲马尼拉大酒店大宴会厅隆重举行。中国驻菲使馆总领事沈自成参赞，出席并担任大会主讲人。非工商部副部长 Morales 代表特别嘉宾致辞。广西侨办副主任林荣荣、商总理事长庄前进、非华各界主席鲁足英先后致辞。永源名誉会长蔡有铁担任监事员并训诲。大会主席会长林金山首先致辞。借这个机会向两年来严厉积极协助过工作的同仁给予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新界会长王书侯致辞。同时我们也更加希望继续得到老一辈的指导，更给予鞭策和鼓励。我们相信在广大青年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和配合下，辉华青年工会定能再创辉煌，迎接更加绚丽多彩的明天。新界会长王书侯还为首届妇女组职员、青年组职员监事。常务副会长吴光吉致谢词。吴家景、蔡基生、蔡艺术任大会司仪。文艺节目由叶天慧小姐和飞华电视台的蔡真卫先生共同主持。新联工会民乐队合唱团校友联舞蹈团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青春不解红尘，年